小红，干嘛呢？才，哎呦，这股味儿啊！啊，我在家熬药呢。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你就跟那晒干了葛戒似的。哎呀，你还知道葛戒了？废话，这不即将要成为中医世家转儿媳，恶补呢。哎呦，哎，你跟我说，你爹咋知道咱俩的事儿呢？不知道啊。今天一大早上起来，奶妈。闺女儿，我要会会那李虎坡，这么说的。我天哪，那快把手举起来吧。不是干啥会你爹还得过安检呢。哎呀，红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快过年了，你爹张了这要拿我祭祖啊？这是。我爸就喜欢这些文玩，点名道姓要见你。那咱这不是临阵磨枪吗？这，行，敲门吧。哎，别瞎敲，敲我家门吧，你得敲出那京韵大鼓的感觉啊。噔噔，里根楞，里根楞，走着。丑啊！阴、哎呀妈，气高了。谁呀、啊？你闺女。这啥家庭啊？这是我。哎呀。叔叔您好，初次见面，分外眼红的。你说嘛呢？说嘛呢？三生有幸。屋里过话。走着。我怎么觉得像进土匪窝了呢？我爸就这气质。哦。啊。啊，那妈，爸，这是我那男朋友。我知道，他叫李虎婆。闺女，这小子长得挺根儿啊。什么？爸，您最好呀，还是说普通话，要不他呀听不懂。啊，说你长得挺草率啊。回三爷的话，我上山。哎、你怎么知道我排行老三呢？叫伯父。啊，伯父，三大爷。我听说您是我们这一片有名的大收藏家。嗯，咱不上有名。哎，浮云。哎呦，那您要是能在浮云上，那不就离升天不远了吗？做嘛呢？登天，飞天。哎，我去这一天呢。啊，您老有一个雅号叫老蜜蜡。啊，对对对。我叫蜜蜡，你叫琥珀，对，挺好。哎，看来你们家是玩古玩的吧？啊，是玩古玩的，要不谁能给孩子取这倒霉名字呀？玩古玩的，你等着啊！哎呦，你爹上找人去了，我赶紧熬药去。别动，可能去厕所了。一会儿呀、啊，不管他拿什么东西给你看，你就捧着他说，往高了说，说好。啊，行，小伙子，哎，接刀，张大爷，刘花哥，你干嘛？干嘛起来？你起来啊！你害嘛怕呢？你，我是让你搂搂，长长眼，啊，这是嘛？啊，那我就上上脸，上，这是，哼，刘军。哎你哎，我发现他这招挺新鲜啊，这线啥和别人不一样。那我就说了啊。啊，说吧说吧，这是剑。就一个字儿啊。啊，宝剑，又多一字儿，大宝剑，哇，又绿又长的大宝剑。你说说它是哪一朝哪一代的？啊，您看啊，这上边生锈了，那它年代可就久远了。嗯，我算一算啊，夏商与西周，东周分两半，春秋和战国，一统秦。哎呀，我这汉呐、啊，我这……哎，你说对了，汉朝的，嗯、对。我就想说他是汉朝的啊。那是谁用过的呢？
哎呀，接可就太简单了。那可得是高人的。要说汉朝的高人，我想想，哎，曹操，曹操手里就有两把宝剑呢，一把名叫倚天，一把名叫青鸿。那我这剑招边儿吗？我虽然不知道招不招边儿，但是，哎，我们可以用排除法。您看啊，首先我觉得它是倚天剑的可能性就没有，因为倚天剑它已经碎了。它怎么碎的呢？您不知道啊？我哪知道啊？这倚天剑呢，最早的持有者是曹操，可后来呢，他传给了峨眉的灭绝师太，哎，几经辗转又来到了武当少侠，哎，张无忌的掌中。张无忌拿着大宝剑，在江湖上那是掀起了血雨腥风啊！就您至尊屠龙宝刀，倚天不出，他谁敢争锋啊？再后来，峨眉有一个小女弟子叫周芷若，哎呀，这女的才厉害呢！哎，她怎么就那么巧？这个周芷若，她同时得到了两把神兵，她逃离了冰火。哎，芷若，你上那儿去。她逃离了冰火岛，来到了中原的一家宾馆里，她盘腿坐在了炕上，运足了自己的内力。苍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刀剑互砍是双双碎裂呀。他就在里边找啊，哎，他都找到了两本书，一本是岳飞岳老爷的《五牧遗书》，一本是不知道什么老爷的《九阴真经》。好，你小子这书说的不错呀。答对了吧？错了，你对这兵器是一窍不通啊。啊，我知道这把宝剑哪儿来的吗？您说，我跟你说说，我这初衷，哎，我这是在公园门口花25块钱买来的。哎呦我天，那你考我干啥？直接砸死我不就完了吗？这我告诉你说，你听下道题是吗？三大爷，咱一共几道题呀？一共3道题，嗯，3战2胜，知道吗？我看你这捂的不行，咱来回温的吧。不是，等着啊！我你爹太瘆人了！你想咱说嘛呢？你不是让我往高了说吗？我哎呦我的天，亲爱的呀，你那是高吗？你那是喝高啊！哎，瞧瞧，这又是嘛？这是香炉。你该上厕所了。啊，我没尿啊，关键是。你再想想。小腹是不是有穴位的胀痛？到点儿了。三大爷，我到点儿了，我上趟厕所。哎，闺女，哎，这小子上厕所还有点儿啊？啊，遛狗遛的习惯了。我以为他有毛病呢。那锁贼呢？锁贼呢？老爷子过分了啊！不带怎么欺负人的，这嘛题呀？我都不会。这题多简单呐、啊！这嘛呀？这不就是那鼎吗？这嘛鼎啊？这就青铜龙纹鎏金鼎吗？周朝的，东造的西造的呀？那是我上周在那个旧货市场买回来的。好美赝品呐！小点声。哎，三大爷，来微信了，快看看。哎，我先看这个吧。你到看微信的点儿了。三大爷，我又到点儿了。你小子挺走点儿啊。怎么样了？好，张张眼这个。哎，三大爷，我发现我去了一趟您家卫生间之后，哎，我整个人我都流畅了，我都不用离近了看，我隔着1.5米开外我就知道它根本不是什么香炉。那是什么呀？这是一尊鼎。哟，我再上前2步就知道了。哎，这叫青铜龙纹鎏金鼎，厉害。我再给他这么一号脉，怎么着？周朝的，东周的西周的呀？我东周西周我这么一打听，怎么了？现代的仿品没出1个月。你小子行啊，有点眼力、啊、老爷子认输吧，还嘚瑟吗？请看下一个物件。我再上趟厕所吧。回来，走嘛你呢？这个物件可是我给你特殊准备的啊。哎，您搂搂这个来。
猜猜它是什么材质的？哎，什么成分做成的？哎，瞧瞧。哎，我。哎，你嘛毛病？三大爷，您能让我悟一会儿吗？你干嘛呢？我要没猜错的话，我能把它雾化了。化？你看，哎，我让你长眼，谁让你舔了？三大爷，啊，我不仅敢舔，我还敢吃呢。您看着，嗯，你疯了？嗯，来，你也尝一点，是不是先有点苦，然后再有点回甘？哎呀，三大爷。嗯，您这宝贝要说那是相当的败火了，它主要功效有两种，清热解毒，散风理气。它主要的成分有牛黄、菊花、白芷、川穹等十几味中药合制而成的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要问借什么？哎，牛黄上清丸。小伙子你真有眼力啊。三大爷，您要说别的不行，您要说这药材呀，我是中药世家。哎，好，那三局两胜，我们就走了。刘步，把手放下。你们俩在一起跟我俩作弊呢。我们哪儿作弊了？弄猫腻呢。嘛猫腻？第二道题，他上厕所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给他发微信了？谁发微信？你发微信了。你们俩一块骗我，我告诉我这事儿得考虑考虑。哎，您还考虑嘛呀？不考虑了，那我就不。哎，三大爷，您能不能先别着急表这个态？您这样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现在我就去古玩店，我恶补文玩知识，不出半年，我再来会一会您。嗯，我不是跟您吹，就您家这些个瓶瓶罐罐，我到时候一样一样我都给您砸了，我都给您认出来。啊，哪朝哪代是公是母，药效疗程是亏是补，我高低让您看看我实力。小红，这个芹菜根子装人参，迟早得打蔫儿了。你等我吧。三大爷，告辞。留步，没动。小伙子，瞧瞧啊，我这屋里的东西，有真有假。我要都让你认出来呢，那我算欺负你们。不过我这里有个宝贝，是真的不唬人，知道吗？你把这宝贝给我拿出来，往桌上这么一放，你就算赢了，我就同意你们俩谈恋爱。三大爷，此话当真？绝无戏言。那我找去了。随便。我可不信了。哎，爸，说真的。咱家都困难成这样了，有嘛宝贝啊？慢慢找吧。哎呀，嗯，干嘛呀？来，你干嘛呀？三大爷，嗯，您老上眼，嗯，哎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哎，啊，三大爷，这就是我挑选出来的宝贝，他可能对于别人来说是形同陌路，可对于我来说。它弥足珍贵呀，它并不完美，可我们谁又都是完美的呢？我们就像您掌中把玩的一件有瑕疵的藏品，您能多一点时间，再多一点耐心，相信最后我们还是会光彩照人呐。我也愿意去学，
我更愿意去等。好小子，你真有眼力。哎，看我闺女的品相啊，这都是我的巧工啊，我光设计那就花了好长时间，二十多年的精心呵护费了多少心血呀、啊、不过我也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也会忍痛割爱。爸，三大爷，三大爷，我跟你，哎，你怎么还叫三大爷？三爷。三哥。什么？老弟，我冲你这称呼，我再出一题。哎呦我去！